好像可以自配音乐，把老板大音箱把老板大音箱拉出来就有了。我就想听那个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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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走开！好吧。哇，老板唱的真好听啊！老板，此处要有掌声啊！老板以前是就是经商之前是说唱歌手。哇，老板。然后还可以。没想到啊。我那个 It's OK 还可以吧？哇，这太好听了！好帅呀、啊！这个小金马飞的，怎么样，老板？哎，少了点音乐是有点遗憾，不过确实，挺爽的。哎、怎么会没有音乐呢？下次我跟我哥说一声，让他跟光子提个意见，好不好？对，怎么能不给老板弄点音乐呢？是不是？对啊，那个在飞行器上听的音乐多爽！以后在那个飞行器上必须安个 BGM， 好吧？好，我就要那个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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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，专属 BGM。可以，以后给你设置一个你专属的，只要你飞就有那个 BGM。好。毕竟你是自带 BGM 出场的男人。懂的。哎，你还挺懂这个梗的啊。那当然，我可是天天看演唱会的人，好吧。平常你老板应该跟你说了很多。是的。哎，没少看，天天去看，哎，没少看。真的，我没少看。我可关注了呢。OK。我可关注你们，这把就让我，哎呀，对，这把让我自力更生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会很强的，放心。好，自力更生。